了。反正同样是生宝宝，还有一个事儿呢也特别巧，说这个美国爱荷华州消防局有6名消防志愿者啊，居然在最近7个月之内相继当成了父亲。对，这时间吻合度算高的了吧？算呢，我们办公室啊，20多个小伙伴，最多1年也就2-3个宝宝降生，啊，对吧？你看他们，人家半年就扎堆来了6个。是啊，最近呢，这6个消防员爸爸就抱着宝宝呢，以消防车为背景呢，照了一张集体照，这画面看上去真的挺有喜感。看上去这个爸爸们的年龄好像还是有一点差距的，但是却在半年之内几乎同时当了爹，这个大概就是史上最有默契的消防队了吧。其中一位消防员说呢，他说他们觉得挺神奇的，没事先约定，小家伙们却不约而同脚前脚后的都一块来了。嗯，看着萌宝宝们穿着小消防裤啊，躺在爸爸的消防服上，真的是挺温暖惬意的。对啊，小宝宝们特别可爱哈，希望他们的爸爸也都可以平安的陪他们长大，长大再当消防员。